是呢，再次的这个入围十大，然后几乎每年都有入围十大，然后前几年都顺顺利利拿下这个十大。对于今天晚上的胜算来说的话呢，因为我比较 jinx 一点，没有，不要说太过于有这个信心。不过，如果是根据前几个信息，电话投选，我还在里头，所以大致上呢，信心的确是都是观众朋友们给的吧。所以今天，为了掩饰我非常紧张的内心，所以我就穿了这个橙色的衣服，所以每个人看起来好像说我很开心，我很confident。其实有时候啊，人也要靠这个衣装来就是壮胆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希望待会儿节目一过了之后呢，我是开开心心的穿着这件衣服出来，而不是呢，就是要把它给脱掉，然后灰色的消失在人群中。